爸妈就是一直默默的支持我，也不会跟我讲太多的一些心里话。所以这次是我第一次就是听见妈妈跟我讲这样的事。看到爸爸就是他的头发也是慢慢的变白，就会哇，怎么感觉一下子真的是感觉父亲老了的感觉。但是我真的保持初心是我这辈子的追求，希望能一直像现在一样。我一直相信伟大的人都很单纯，未来的诗篇。